因空台湾林霄宝殿天公庙武梁宫的这个庙埕搭起着一零搁一零的这个布棚，因为今仔日26号庙方举办着甲新年的中原普渡大典，来自着各方信众参与有超过5000份的普渡品，到声超过900块的。举办啊，这个普渡祈福的这个大法会，当然啊，今年这个有加120间的企业。团体来这个赞助咱这个普渡的敬品安尼，咱每一年拢在咱农历的7月23日举办安尼，哦，这是相当重大的日子。你注意，王大明表示讲，这回特别邀请大道长林静声来依照鼓励主持着普渡科技，不单单是传统宗教仪式的普渡过后，即普渡品，嘛将捐赠给食物银行，甲弱势家庭和普渡给了公益关怀的精神。来配合国历的12月初7，咱来举办这个寒冬送暖的祈福大晚会，啊，就甲今仔日普渡吼。这奖品哦，送哦，这个今年这个奖品啊吼，给增加200-300份出来，所以啊，会搁增加东区，咱台南市东区，当然啦、啊，搁有这个村的物资吼、哦，白米啊，种这吼、哦，普渡奖品，有啦拢照往年，有啦是同款或者弱势。26号普渡大典，正人伫道长的传令之下，举行着开香仪式，来超度着2206的这赈灾罹难乡亲，甲普渡着孤魂野鬼好兄弟，希望祈求平安。南天新闻台谢英空采访报道。